新老的会员以及来自各界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午好。今天呢，我和张军两个人只有一个麦克风啊，然后对我来讲我很幸福，因为给我和帅哥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还好。好，那今天呢，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庆祝中国农历七年的联欢会，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今天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和我们著名的大律师张军先生一起再次合作。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跟大家稍微道个歉，刚才我们这个招牌呢一直贴不上去，后来我们临时的组织了几个那个中科院的院士研究了一些解决的方法，现在呢暂时是贴完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只有一个话筒啊，据说三个科学家正在 working on， 看看能不能再加一个话筒。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的配合，因为我们今天话筒不够，音量不够，人很多。所以说我觉得请大家都配合一下，先跟周围的这个左邻右舍问一个新年快乐好不好？新年快乐。